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aron 郭富城啊，我好開心喺嚟緊嘅新一年呢，我將會翻嚟大馬嘅舞台為大家表演。2024年嘅2月中，我嘅武林星傳世界巡迴演唱會將會喺雲頂世界雲星劇場舉行4場嘅 encore 片。我好希望呢4個晚上都能夠見到你哋，同你哋拜個年，分享我嘅演出。約好啦，到時見。